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当然就会知道说啊，在这个月份啊，这种高风险性的投资可能我们就不能碰了。如果在这个月份你有什么合约要大的，有什么合作要做的，其实都需要注意。在四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开始进入了啊，越来越剑拔弩张的状态。今年因为太阳化忌的关系，整年度基本上躲不掉这样子的氛围了。好，大家好，在前面的预示影片里面我们就跟大家讲过了哈，今年呢、啊、整个的年运哈是连贞化禄破军化圈，然后并且呢去影响那个太阳化忌，这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一年。那争权夺利的过程中间呢，越有办法保持自律，能够懂得约束自己的，他越能够去得到最后那个太阳化忌的那个弥补，却能够去得到太阳的位置。我终于要拿到10万订阅户了，好，感谢大家。为了庆祝10万订阅户的产生，我决定只要你是会员，每个月我会做直播。那你只要在直播的时间进来，任何问题随便你问，我都会回答，包含你自己觉得诶我这个月有什么样的状况，我今年常跟老婆吵架，那该要怎么做解决，我公开帮你算命。记得要来参加我们的会员，要来看我的直播，帮你解析你的命盘，或者是解析你在学习上的任何的问题，请大家都多支持会员的订阅。这是今年整个年度的助轴。在这个自律的过程中间呢，它必然会有破军化圈出现，因为啊梦想而产生出来的争权夺利，它会更让我们懂得自律的重要。上个月影片以及在之前年运的影片里面，我们就提到说啊，从四月农历四月开始，四五六三个月就会开始进入了破军化权为主轴的三个月份。四月份呢，天干走己，文曲化忌，前面两个礼拜啊，那应该是整个台湾的社会啊，很多人都觉得内心非常的纠结，然后情感上很受伤，许多人上了街头。跟着呢，这个月份在五月的时候啊，就说这个四五六这三个月呢，它的主轴就是破军化圈，利用大破大立的方法，利用不惜一切破坏的方法去夺得权力、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四月份开始的时候，国家的状况呢，就是有一群人他们透过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方式，然后去扩张他的权力，去拥有他的权力、哦、那在解读破军的时候呢，因为破军的对面一定是天象星，所以呢在解读破军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去理解说这个规则就会被打坏掉。那同样的，我们在解读每一段月运的时候，都要去搭配整个年运甚至季、哦、一季三个月的一季的那个运势状况，你去对那个年运啊才会精确。今年的主轴是太阳化忌的时候，当今年的主轴是廉贞化禄的时候，它所对应出来的破军化权跟它所对应出来的像这个月份走根是天象化忌，它所对应出来的天象化忌意义会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呢在五月份呢，当我们四月份文曲化忌内心情感受到了很多的挫伤之后呢，在这个五月份它就会产生了天象化忌。这我们是跟大家提到的，斗数的四化、啊、是联动的。为什么太阳化忌后面跟的是太阳化忌，为什么太阳化忌后面跟的是廉贞化忌，背后是有原因的。所有的事情它是有起承转合，它是有前因后果，它不会单独的存在。那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清楚的掌握它的四化变化。那天象化忌呢，天象是一个规则跟规章，规则跟规章出现了问题、哦、被破坏掉了，所以叫做天象化忌、哦、天象所产生的问题跟空缺会造成你内心的不安、哦、这个叫天象化忌。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走根的这个天象化忌呢会延续着前面的文曲化忌，接着跟后面的走心，它是巨门化禄文昌化忌。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月的纷争到下个月之后呢，开始就会去就那个条文去检查，然后去讨论。这个时候巨门化禄当指的就是说彼此之间要说好话啦，然后要能够好好的协调，然后去补那个文昌化忌。那我相信在现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应该可以去找到一条比较好的一些路途出来、哦、如果愿意好好沟通的话，自己的这个情况里面也要注意说，在这个月你可能、哦、出现一些状况，既然要面对到下个月需要好好跟人家沟通，那就应该要人情留线，日后好相见，不要在这个月很多事情把它讲死掉了。从天象化忌的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说啊，这个月份就会是一个整个社会在开始讨论说这些规章制度这些方式是不是合理的、哦、会不断的讨论不断的讨论，然后开始有各种撕裂跟纷争会出现。整个年运的太阳化忌其实会在
四五六这三个月会开始拉上高峰，然后呢会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呢会到达顶点，然后最后在最后三个月去决胜负。在个人的方面呢，我们当然同时我们就好来看，所有的化忌要靠化禄去解决，禄水忌走。这个月份是太阳化禄，然后去解决那个天象化忌，表示用一个比较光明面而比较正向的一个方式，并且找出国家社会呢必须要能够共同认定的一个主导者来去填补这个天象化忌。那中间呢，武曲化权表示说更务实的去解决权力的问题，天龙化科呢就表示说要更开阔的心，然后来面对这个环境，那自然而然那个天象化忌的问题就会被解决掉了。可以想见的，在这个月份我们的整个经济的情况，很多本来已经决定要的投资，或是本来已经要预期成长的企业，或者是本来已经讲好的协议，都会在这个月被打破掉。那要怎么解决呢？如果就整体的投资环境来说，那当然是希望说会有更好的人去出来主导这个事情，来弥平这个状况，因为它只有一个月，可能下个月就状况会好一点了。那如果是个人的话呢，如果刚好天象星在你的六亲宫位上面，就表示你要注意，在这个月份会有很多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很多人跟你讲好的事情他不守约定，或者是你跟别人讲好的事情，你可能觉得你没有办法遵守那个约定，而因此而产生人际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当然就会知道说啊，在这个月份啊，这种高风险性的投资可能我们就不能碰了，反而要去回归到在业界的这一种主导性的产业，主导整个业界规则的产业，在这个月份来说呢，它会是相对是比较安稳的。那如果说这个天象星呢，不是在你的六亲宫位，而是在你的命宫、官禄宫跟财帛宫，那也都要去注意，在这个月份呢，其实我建议大家比如说租漫画先不要换呢，或者是违规小停车啊，犯一点点的这种小错，缴点罚单，然后来消弭一下自己可能会有的这一种合约问题。那当然啦，我一向的建议的做法就是多捐钱啦，捐钱挡一切。但是如果在这个月份你有什么合约要打的，有什么合作要做的，有什么跟人的契约要打的，其实都需要注意，要注意看一下这些条文。那因为太阳化禄来补天象化忌嘛，所以可以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或是比较在业内或是相关产业或是相关的事物之内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帮你看一下这些合约。话又说回来，如果说太阳化禄呢是在你的命财官上面，说实在的，这个月份呢六亲宫位上面有天象的时候呢，你只要多花一点时间愿意去照顾人家，然后呢愿意多为人家做点付出，通常你这个天象化忌就会解决掉了。好，那同样在工作上或者是在这投资理财上面呢，在这个月份都是一个越相信你自己，聆听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你所做出来的决定就会是越好，因为你就是那颗太阳，所以你会化禄给你自己。那同样的，如果说这个太阳呢不是在你的命财官，不是在你的迁移宫，而是在你的六亲宫位上面，比如说你太阳是在夫妻宫，那可能这个月份要对老婆多照顾。怎么样照顾呢？像太阳一样这样的照顾，给他温暖，给他贴心的对待，然后让他觉得你会承担责任。如果在仆役宫，在朋友之间要去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比较主动的去说，这个东西我来做，这个东西我来承担。我们讲了嘛，天象化忌要看太阳化禄来补，所以当我自己的命财官是太阳化禄的时候，我就拿我自己去补那个我天象化忌的宫位，对那个宫位呢做一些付出，做一些努力，然后去主导一切，我就解决掉那个天象化忌。同样的，如果现在呢是我太阳化禄在六亲宫位上面，那我必然天象化忌就有可能会在我自己的宫位里面的时候呢，那我对别人的照顾跟付出，那他就来帮助我的天象化忌的部分。那再来呢，武曲化权，你在命财官都碰到化权的时候，就表示说你会在这个月份希望在工作上面能够掌握权力，在钱财上面能够掌握权力，或者在你的人生中，在这个月你会希望要做些什么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来自于武曲星。工作上面在命宫都表示说你要很务实的去面对你的工作，很努力的，那你就可以掌握权力，然后掌握你的工作能力。那在命宫也是整个月份的话呢，你都要很勤奋的去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反而会在这个月份会得到很好的报偿。那在财帛宫也表示说，在这个月份你很容易啊就会有，因为你很努力工作，你会有其他的收入，或者是会有其他赚钱的机会。
那当然，如果在六亲宫位里面，这个二话不说就是给钱。在夫妻宫，老婆要听你的话给钱；在子女宫，儿子要听你的话给钱。你希望在那个宫位上面，因为化权嘛，你希望他要听你的，那你就要付出一些金钱的代价。那其实也很简单。那最后一个天同化科，如果啊是在你自己的命财官上面，那就表示说这个月份你越轻松过日子，越不与人争斗，越保持着一个与世无争的心，你反而会得到好的名声，你反而会让你自己觉得过得很开心很快乐。那如果是在六亲宫位上面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譬如说你的天同是在仆役宫，你跟朋友之间就要越快乐的相处，吃喝玩乐，你就可以得到很多朋友的赞赏。对孩子呢也是，老婆呢也是。那没有孩子呢，哦，没有孩子那个是子女宫，那个叫性生活，对不对啊？这是一个越放松越躺平越能够得到称赞的一个月份，哦，还不错，哦，啊，所以这个月份，哦，不可否认整个国家社会啊，哦，在四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份开始进入了啊越来越剑拔弩张的状态。今年因为太阳化忌的关系，整年度基本上躲不掉这样子的氛围了，而且会随着每一个月份的化忌状况而产生每个月份呢这个社会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总之最后谁能够保持廉贞化禄，谁能够自我约束，谁就会得到太阳的位置。对啊，那我们呢，我们就是注意好说在这个月份里面呢要注意跟人之间的合约，跟人之间的承诺，跟人之间的这个往来，不要让自己掉到了这一种我会说出了我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我相信了别人但其实他做不到，产生的这种约定没有办法遵守而产生的人际关系问题，哦，这个天象化忌的状况，多去重视那个太阳化禄，倾听自己的内心，你真的要的是什么，那用太阳化禄的这一种重视自己内心的主导圈来去解决自己有可能产生的这一种在人际关系上面或者在规则上面的破坏。所以这个月份呢要注意，就是要投资一定要找业界里面真正的龙头才能够投，越是偏门的越是风险的都要小心。如果自己有什么企图心想要努力的化权的部分，那要一步一脚印，很务实跟踏实的检视自己的财务状况。剩下来呢，如果说没有很想要创业，你没有很想要做什么投资，然后你只希望好好过日子的话，那就把重心放在天同化科上面，多多的吃喝玩乐，好好的为我们自己下个月的那个巨门化忌内心孤单寂寞冷而做准备。夏天要到了，多出去晒太阳也会是度过这几个心烦月份的好的方法，一整年会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看看到底是谁真正能够守住那个廉贞化禄，做出好的自我约定，他就在这一整年之内，不管国家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或者是个人，这都是今年主要的功课。能够做好廉贞化禄的就会拿到最后的权柄。谢谢大家。